好，那在大家填写填册的同时，我就慢慢就是也做一个简短的开场。好，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计划里面这个有关于这个在精神医疗跟心理卫生跟南向各国，包括东南亚、南亚跟纽澳，总共18国的一个搭桥计划。那在这个搭桥计划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借由这种，就是国内已经对这些国家的互动有一些经验的这个讲师能够给我们一些经验的传承，尤其是在文化语言智能这个部分。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说，因为其实就最近的这个情况一个是过去。是这几年我们在南向，就是南进这一块，其实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努力跟成果，但是在精神医疗、心理卫生这一方面，相对来讲还在比较起步。那另外就是说，未来尤其是短近的这几个月到一年当中，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长程的旅程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困难，但是亚洲整个看起来的这个整体状况来讲，目前比全世界来讲可能还算是相对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情况。当然不是每一个国家，但是有几个是控制比较好的情况在亚洲。所以短期之内的这个连接，就是南向这一块算是不错的一个方向。那加上说我们近年来在南向政策的这个，现在大概可能在医疗还是比较多的，在医材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部分，在心理卫生方面，我们这个计划跟凯旋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邀请南向各国的心理卫生相关的一个人员来台湾受训，甚至这一年今年已经到越南去开设在地的这个训练中心。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能够把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精神医疗，根据这个经济学人2016年的评比，台湾的精神医疗在我们这个区域是相当的优秀的啊，仅次于澳洲跟纽西兰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长处，是不是有机会推广给南向各国？但是推广的这个就需要有足够的能力跟这个足够的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训练讲座，能够让就是还没有机会参与的，或者是刚开始参与的大家，比较了解说过去像张福生教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参与的这个方式，怎么样在我们计划里面能够推动这样。那现在我看大家大部分入座了，我就借这个机会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讲师张树芬副教授。那就是张教授他现在是在就是南大学的这个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研究所。那他目前是这个副教授。那张教授，我跟张医师，跟张初生，教授的渊源其实很早了，我们其实是大学同学，对，大学同学，高中同校，所以我每次都会这样讲，我们以前在高中都还有这个红榜，就是好前几年就会在学校里面，我是常常都在下面看他的名字在榜上，那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这个人物，然后那之后我们有不少的渊源包括就是他其实是先我进入这个精神科这个领域，所以我在当 R1 的时候，他是我的 CR，然后呢，我们又走了蛮类似的路，就说我常常说是追随书生的脚步，他先到这个玉山医院去这边先服务了2年，然后他出国的时候就介绍我过去。
然后他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博士，我后来也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去进修，所以我们在英国交汇的时间也有一段时间这样。那然后不过他就是在回来之后，他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认为说要服务更多的人，就是光是做这个精神科医师还不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投入教育了啊，能够教导更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们一起在这个领域奋斗。那这一次的计划开始之后，我就想到说，素贞在这个自杀研究方面有很多的兴趣跟很多的连接，所以我硬是把他拉进来这个计划里面。那他在这个计划当中也帮助我们啊，就是在跟这个像是马来西亚，然后澳洲还有最近是跟泰国都有一些很长远的连接，并一起在这个撰写一些计划。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些重要的这个跟自杀相关的研究讯息，我们都邀请书生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跟传递。像第一届的这个 Revamp 这个国际研讨会，我们也是请书生针对这个主题，也邀请他的这个合作伙伴Professor Matthew Large 来这个台湾演讲所以由他来帮我们就是介绍怎么样从他的这个专精的领域能够在这个南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做扩大的联系跟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连接能够发展成比较有序的一个做法，我想书生是不二人选啊。那我就不要占据他太多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邀请这个张福生教授给我们这场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就请书生，谢谢。好，谢谢那个怀轩的介绍。我确认一下，这样的声音听得到吗？这边可以，其他的打字，如果听不到，是不是用那个就是打字的方式？如果听得清楚的话，请回应一下。OK，我六分院 OK，好，然后看起来目前为止应该都可以。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这边就开始分享我的那个荧幕了哈。好，那希望这样荧幕再确认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吗？所以怀轩这边可以帮忙确这认边一下可以，说，可以哈。对，成大这边是可以看得到。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可以随时就是透过讯息的方式，如果有声音听不清楚或是画面看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反映给我。那谢谢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要比较说感谢的应该是我这边啊，其实在过去一两年当中，参与这一个南向计划，也从南向计划里面得到很多的这个协助，让我们可以去有今天的一些简单的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哦。当然，现在我们在疫情底下，很多事情都必须重新思考。那，所以说这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啊。那如何利用这一个疫情带来的这个影响，甚至这个心理健康的冲击，那发展跟这个原来跨国合作的一些伙伴呢，有一些继续合作的这个关系呢？底下等一下一些经验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不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方式啊，因为它里面呢是一个主要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累积经验的这个过程。那刚才有简单介绍一下我本身的这个经历
那我这边就稍微简单，就是我是在台大那个接受这个医学以及住院医师的这个训练，那后来是在流行病学研究所就是念一个硕士，那到英国，刚才如何先所说的，是流行病学主题尤其是自杀防治的这个流行病学研究作为我博士研究的主题所以从2007年到现在呢。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都是以自杀研究作为我的主题。那我目前是在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担任这个副教授，所以过去5年当中呢，都是以学校作为我一个就是教学跟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地点。那所以有点像是做了精神医学界的这个。半途这个逃兵了就是没有再从事这个临床的这个工作，但是我研究的这个主题呢，当然还是跟精神医学息息相关。那我今天的三个主要的这个议题呢，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本身从事这个自杀研究呢，以及这个国际合作的一点点的这个经验呢。那尤其呢，之后会谈到主要是在，我这边好像有一些回音。麦克风要关掉。好，那主要呢，这个国际合作呢，尤其是聚焦在农药自杀的预防。因为这个议题呢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议题，尤其跟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南向国家有很紧密的这个相关性。那借由这个南向计划这个协助呢，主要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尤其是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合作者呢，开始发展一些这个研究这个合作。那刚才所提到呢，我。在2007年之前呢，主要是从事这个精神医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了曾经在台大医院以及这个居善医院从事精神科，那在居善医院是做主治医师，那同时呢，也在流行病学研究所呢，就是有一个硕士的一个训练那这当然对于后来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有很。很大的这个帮忙。那我的指导教授呢是那个陈维坚教授也是我这个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老师。那后来是在英国的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呢，完成这个博士，以这个自杀防治、自杀流行病学为主题的这个研究。那后来是有一个机缘，就到了这个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自杀防止研究中心那是在这个叶兆辉教授的这个。这个中心继续从事这个自杀的这个研究，那所以有英国跟香港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跟之后的这个国际合作呢都蛮有关联性。那5年前呢是回到这个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那在我开始今天的这个国际合作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说在我们这个团队或是国际上呢。从一个比较多面向的角度来研究，或是说探讨自杀议题的一个架构那我们说它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架构也就是说，是有考虑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在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对于这个自杀这个议题所造成这个影响。那在我们主流精神医学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单纯化的一个架构。我们会觉得，会导致自杀身亡的，当然是一个自杀企图一个行为的这个结果。那有这个企图呢，就是因为之前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一个很主要的这个因素，也是我们精神科呢最擅长处理、鉴别、诊断，予以适当治疗的这个主要因素呢，就是精神疾病。那在自杀身亡者身上呢，可能60%到90%的人都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但是不一定呢。会寻求帮助，但是如果说是用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这个架构来看待自杀行为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发觉有很多的危险因子或是保护因子呢，
在影响从疾病到想法，想法到行动，乃至于这个自杀身亡这个结果，包括说早期的这些生命经验呢，那成年之后的一些危险因子，那包括冲动行为啦，身体疾病，可能都是会影响增高自杀的这个风险。那也包括一些触发因子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媒体报道啦，仿效效应，那有一些保护因子啊，比如说宗教信仰。那影响这个很复杂的因素呢，还有这个生物学这个基因因素，以及这个环境的这个社区。那虽然有自杀行为的发生呢，但是不一定呢都导致死亡的结果，那就是跟选择的方法有关的哦。所以这个自杀方法的这个选择以及可进性的影响呢，跟我们今天主题是关系最密切，因为我会特别强调这个自杀农药中毒，就是喝农药自杀导致死亡的预防。那当然医学这个进步呢，是不是有解毒剂，包括那个农药的这个中毒治疗的这个进步呢，也会改善这个农药自杀这个预后。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呢，最大的目标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找出影响自杀风险的重要的因素，然后成为一个介入的标的，来减少自杀率。那过去合作的一个基础呢，当然是在英国的一个经验啊。我的指导教授是这个 David Gano 教授，他是算是在国际上面呢，对于研究自杀呢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个学者。然后他本身虽然是一个医学的这个背景啊。但是他后来就是以公共卫生的这个角度呢，从刚才那个架构来探讨自杀行为。那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很难预料到说会不会你的这个博士班的口试委员呢，也会成为你重要的这个合作对象呢。那所以如果有念这个硕士或博士的人呢，帮跟你的这个口试委员这个保持关系呢，说不定也是一个国际合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或是合作的一个来源哈。所以这个 Nev Kapoor 这位教授，他是 base 在这个英国中部的曼彻斯特大学，那他是我的博士班的口试委员。在隔了几年之后，我到了香港呢，继续保持跟他联系，然后有一个机会呢，可以去拜访他的研究中心。所以过去这几年来呢，也有一个持续的跟他这个曼彻斯特的这个自杀防治研究中心的一个合作计划。那在英国的时候呢，英国的这个指导教授呢，他其实提供我蛮多国际合作的一个机会了哈。你所抓以不到后我来嘞，挂掉了。我感觉，，OK，应该打开了，但是应该可以讲话。是，刚才开麦克风的话，的确我这边都可以听得到，这个麦克风功能没有问题，好，谢谢。那透过英国这教授的介绍呢，我有机会跟那个挪威的这个学者合作。那他合作的方式呢，其实并不是靠这个合作收集资料了，反倒是利用一些已经收集的资料，可以把不同国家，比如说台湾以及挪威的这个世代追踪资料呢，放在同一篇文章里面，检视同样的主题。那这个就是我跟这个挪威的学者这个合作的方式。那比如说其中跟他一起发表文章的这位学者呢，我其实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这样子，所以在今天其实可能很多国际合作都是这样进行的。也不见得见过面，不见得这个线上会议过，然后甚至就是完全靠 email 呢，就达到了一个这个国际合作的这个目的。那利用的是两方面都已经收集好的资料，做一个同样的一个分析，那加强彼此的这个研究这个成果的这个效力这样。那但是这个所凭借的能够成功呢，就是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呢，做很详细的这个沟通。那到了这个香港之后呢，我的这个老板就是 Professor Paul Yip，也成为一个就是说我国际合作的一个主要的引荐的一个来源所以透过这些已经在国际上相当一些有一些影响力，或是有一些网络的这个学者呢，也是发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来源。那另外一位这个陈教授他是来自中国，那是 Paul Yip 的这个学生。那也是目前呢，也是有跟他保持联系。那去年也有邀请他来在台湾呢做一些访谈跟资料收集。
那在香港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国际会议，那它是亚太地区的这个毒物的这个研究会议，那就邀请到一位韩国这个教授。那这位韩国教授呢，就是他是也是曾经以这个自杀研究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利用呢他在香港开会的期间，我还记得就是他也跟我一样说要做大会的演讲，然后我们演讲都讲完之后，其实我们都不是做真正做毒物研究的，那我们就在那个这个展场外面啊，大概聊了1个小时，那这个算是就是彼此。找到一个共同有兴趣的来源啊，虽然他的这个背景呢是预防医学，那他现在的主题呢就都是职业医学，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农药中毒跟预防的这个主题呢，就成为一个合作的这个基础。那再加上就是彼此之间呢，可能就是研究的这个一些看法呢也蛮契合的哦，比如说对于资料的这个。完整度啊，可靠度等等，然后所以一直有机会呢，跟韩国保持这个联系。那过去大概10年当中呢，也一起挂名大概10篇文章左右。那有趣的是说，这个这位教授呢，有一次去这个西班牙做这个 sabbatical leave，那他因为人不在韩国，所以他的一个博士后，这个他就是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呢，这个他也没有办法直接指导博士后。所以他就把这个博士后呢送来香港，他也蛮这个 generous，可以这个扶持后辈，就把他送来香港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个半年。那所以跟这位这个他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这个助理教授，Professor Chan 这个车教授，然后跟他有一些合作关系。当然在台湾的话呢，台大医院的几位医师以及这个。松德院区的这个陈英烨医师，然后台大的陈一鸣廖世成以及这个吴其兴医师，也都是我这个，毕竟是我这个受训的这个精神科哈，所以我们都会保持这个密切的这个联系。那过去这个几年来呢，比较近期的这个合作的成果呢，包括说在英国呢，我们有使用一个曼彻斯特的这个。自我伤害一个急诊室的一个追踪研究，然后发表了一些地理分析。那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参与一个系统性回顾，这是英国这个合作。那刚才跟挪威提到的是，利用台湾的资料呢，去探讨一些这边是气喘跟心血管疾病，跟精神科没有直接关系，是比较像是一个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那香港呢？也是持续保持联系哦。那这个第一作者呢，是我以前在香港协助职场的这个博士班学生，那是研究这个忧郁症，老人的这个忧郁症呢，跟一些社区因素的这个关联性。那韩国呢，刚好有提到这个这个 Professor Lee 呢，是做这个职业医学的，所以这个研究这个使用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工作者呢，他们自杀身亡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是结合两方面呢有兴趣的专长跟主题所发展出来的。因为他的这个主题呢是职业医学，那我的主题是自杀，所以两者相结合之下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那另外我们继续针对韩国的这个农药自杀呢，做一个趋势的这个分析。那在跨多国这个合作呢，其实主要是我的这个指导教授他近期呢也是。对于 COVID-19 底下的这个自杀预防有在这个《Lancet Psychiatry》呢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短文那扣子现在当下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议题。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在疫情底下这个自杀预防的这个议题呢，其实是欧美或是其他疫情严重的这个国家所关心的主题。那我们台湾的经验呢，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台湾的现在。这个疫情控制的情况呢，跟世界走向平行时空了，是我们是几乎在没有这个病毒的这个情况底下，那但是其他的国家呢，不管是精神疾病的这个发生，或是说它治疗的情况，然后自杀危机底下呢，是不是能够得到适当的服务，乃至于说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啦、家暴的这个增加啦，因为 lockdown 每个人在家里面不能出去，那喝酒是不是增加，以及这种社交的隔离。那在家里面呢，是不是更容易接近一些危险的这个自杀工具，乃至于这些媒体的这个报道，将疫情做自杀连结，可能都是这个自杀预防的一个主题。
所以这边是一个段落，那是参与的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于疫情底下自杀防治的一个架构。那我们也拿出台湾的这个研究呢，试图去帮助世界去理解说，在疫情底下呢，是自杀可能风险会有什么增加？那我们是台湾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先目前最近被接受的一个文章是说，我们看一下在100年前，啊，100年前，1918年以及1920年前，这个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在台湾呢，其实在1918年跟1920年有2波很明显的这个流感的死亡，在一个月里面呢，死了这个7000个人，那当时的这个台湾人口也就是300万而已。所以这个疫情呢，比现在的 COVID-19 呢要严重1000百倍了哦。当时台湾的这个人口，听说大概是有1/4的人呢是感染当时的流感，这是这个肺炎死亡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化，有2波高峰。那上面呢是这个自杀人数的这个变化，在高峰期间呢，其实我们通过回顾一个分析，在第一波这个疫情呢，自杀其实是没有严重的这个增加，但在第二波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呢，自杀有。在第二个月跟第四个月的时候呢，有稍微的这个增加，所以对我们现在疫情底下的启示是说，如果这个流感呢，的确是在很短期里面造成多人的这个死亡的话，那自杀的这个风险呢，是会受到一些轻微的这个影响，但是跟这个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这个一个月死亡7000人的这个疫情。跟这边自杀人数的增加呢，大概是20个人左右呢，是相去甚远，所以也不用这个过度的这个恐慌。那我们最近呢，也在分析台湾在 SARS 期间这个自杀是不是增加。那透过这种全世界关心的这个议题呢，也有机会去发展一些国际的这个合作。那我第二个主题就是聚焦于这个农药这个自杀。那为什么会这个特别关心农药这个议题？那就是在我博士班研究的时候呢，参与了这个发表，关注到这个自杀的这个方法呢，在台湾有很大的这个历史这个变动。那所以这个农药自杀呢，似乎是台湾一个可以这个做一些改善跟预防的一些一个契机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些趋势研究，做一些地理分析，好，等一下会再跟大家介绍。那先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那之后呢，刚才提到的跟韩国发展这个合作关系呢，我们先去了解韩国的这个资料呢是不是可靠的，然后呢，把握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可以了解韩国的这个自杀趋势的这个影响，尤其呢是他们禁用巴拉意对于他们自杀趋势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也参与这个一些系统性回顾来了解全球的这个农药中毒导致这个自杀的一个负担。那既然了解这个农药自杀是一个严重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想了解这个如果禁用了一些剧毒农药之后呢，会不会对自杀的这个预防是有帮助？那韩国这个合作我刚才有提到的，另外就是斯里兰卡，这是主要透过我英国这个教授呢。那可以跟一些斯里兰卡的这个学者合作，然后，发展一些这个使用他们的资料来看待这个，来检视，哦，就是禁用农药对于自杀预防这个效果。那也参与这个系统性回顾，这是我的指导教授，他所进行这个系统性回顾，那协助去回顾里面，比如说中国这个文献，哦，比如说中文的这个发表啦，也协助他们去做分析。那回到台湾本身呢，那大家可能已经有略微听到了哈，就是最主要是巴拉意这个农药哦，在台湾今年的2月已经完全禁用了哦，所以我们利用刚才那些研究的一些成果呢，去支持跟推动相关的政策啊，在台湾能够真的禁用了这个巴拉意这个农药。那全球而言呢？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呢，事实上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过去式，它是一个进行式这样子。从1990年到2000年当中呢，农药使用当然是在增加，但在2000年之后呢，
它增加幅度呢更加这个剧烈，也就是说，在全球呢，农药的使用呢，其实是还是维持在一个上升这个趋势。那很容易取得这个农药呢，就导致说它变成是用于这个自杀企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因为有许多农药呢是剧毒的情况，所以在比如说冲动底下所导致的自杀行为呢，反而更容易导致死亡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在我博士班研究的时候呢，就发觉说，在台湾呢，这个上吊自杀呢，在过去20年当中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自杀方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跟今天主题没有直接相关的这个议题呢，是这个烧炭。烧炭自杀呢，过去非常非常少有，但是在这个2000年之后呢，快速的这个增加。但是今天所谈到的这个农药呢，其实它历史上而言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可能排名第三或第四，每年大概有400到500的人呢，是因为农药中毒而身亡。那这个400-500个人里面呢，大概将近有40%至少哦，是因为八阿姨中毒所导致。所以这个八阿姨中毒呢，在每一年呢，都造成了200个人，台湾200个人这个死亡。我们都很熟悉说，我们都很关心，譬如说食物安全的议题啦，哦，怕这个食物当中呢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但是光是这个自杀企图本身呢，每年就导致了200个人的死亡。这个食物里面呢有这个农药呢，当然会担心对健康造成影响，不过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呢才会导致死亡不幸事情发生。但是光是把农药喝下去这件事情，其实呢是更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议题，那也是我们精神科呢很难这个所遇到的最不幸的一个结果了哦。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情绪激动或是忧郁焦虑的情况底下呢，使用这个八亿自杀身亡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那所以我初步呢，我了解这个从趋势上面了解这个议题的严重性之后，我来看看说哪个地方会比较常见。哦，那这是一个农药自杀率的这个分布啊。那红色呢是高危险地区，那所以当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高山的这个地方哦，以及这个比较农村的一些台湾一些比较农村的地区呢。如果是以台南而言的话呢，当然是比较靠山区的这些农村乡村的这个地带呢，是这个农药自杀率的高风险区。那八亿呢，每年是导致将近200人这个死亡。所以大家在临床上呢，现在可能这几年呢越来越少遇到了，但是在10多年前呢，有这样子的个案发生哦，在喝了一小口这个八亿之后呢，那即使呢。想法很快的改变，不想死啦、啊，他会不会死掉？非常后悔啊，怕家人没人照顾，但是呢，不治，后来还是导致这个死亡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借由控制或是直接禁用这个药物来预防这样不幸的事情的发生。像这样子的右边这个图呢，其实在台湾农村是相当常见的。这一罐这个3000cc 的这个巴拉松呢，里面可能只要有。两三口都可能足以致命哦，所以这样在农家里面存放在这个角落里面哦，这个就在住家不远处哦。这个照片事实上是我太太的一个姑丈哦，他就拿一罐给我看，这个其实这样子3000cc 呢就足以这个导致100个人以上死亡。那这全球而言呢，这个情况是在哪些国家最常见哦？全球而言的话，大概有可能。14%到20% 的这个自杀，也就是每年大概有10万到20万人是这个，因为每年自杀大概100万人，所以这个10万到20万人呢，是因为农药中毒身亡。那最严重的地区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南向这些国家很有关联，这个一个就是南亚地区，那一个就是环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个地区，那里面呢，以这个印度跟中国。最为严重，在这两个国家，哦，或是这两个地区呢，这个农药自杀呢，可以高达40%到50%的自杀，也就是说，几乎就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这个自杀方法。那每年呢，有数万的人，哦，在这个地区里面死于这个农药中毒。
那我们以比如说这个斯里兰卡作为例子好了，那这些都是这个我知道教授他提供一个照片，这是在这个斯里兰卡的乡间，在这样的一个小商店里面呢，就是拍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些罐子啊，事实上呢都是这个农药，很容易这个取得。那放在家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厨房里面一个角落呢，甚至餐桌上呢，就放了这些农药，这些农药就很容易取得。那在角落这边呢，他如果注意到这是什么东西呢？这看起来像一个小孩子的书包，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户里面，事实上还有儿童的，那这个可能对儿童都造成影响。所以这样子的画面呢，其实在我们不少的这个南向国家里面的这个乡间呢，这边的例子是斯里兰卡，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个危害的一个来源。那斯里兰卡的有趣的这个经验呢，是在于说，这是他过去100年来这个自杀率的这个变迁，本来都是相当低的一个情形，在6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增加，那80年代的时候呢更是激烈这个增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实上跟这个所谓的绿色革命，就是农药开始大量引进这些农业国家呢很有关联。那台湾呢这个农药自杀的这个这个药物中毒死亡不是这个中毒死亡这个趋势呢？就是中毒死亡、自杀趋势，跟这个其实有很相近的这个情形。所以80年代到90年代中，这些箭头呢，就是他们开始禁用一些剧毒这个农药。在90年代中期禁用了一些剧毒农药之后呢，它的这个死亡率就很快的这个下降。那近期呢，甚至他们也禁用了巴拉意这个药物。那是在2008年开始禁用，所以这个死亡率呢非常激烈这个变化，这是整体死亡率哦。所以，曾经在他们最高峰的时候呢，斯里兰卡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后，在这个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呢，它自杀率呢下降了几乎是1/3，那就是透过这些严格农药的这个禁用跟管制。在同一个期间呢，比如说1995到这个2008年，也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一段期间，其实在它这个农药自杀率下降的时候呢，它的农药自杀意图率是没有下降的，甚至还有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那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行为并没有减少，但是因为剧毒农药被禁用了，所以它的死亡呢就激烈这个下降。这也就是说，靠着这一个公共卫生这个戒律呢，非常戏剧性的改变了这个自杀企图的这个死亡率。那我们跟韩国这个合作呢，也有得到这个明确的这个证据。那韩国是在2011年呢，这个取消巴拉意的这个执照，然后之后呢完全禁用。所以这个蓝这个红色呢，是它实际的这个农药自杀率的这个趋势。在它禁用了巴拉意的隔一年，那跟这个蓝色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数值比较起来呢，大概减少了40%，就减少了将近800个人的这个死亡。那这是韩国，我们跟韩国合作结果。那跟但是同样期间呢，就是禁用这个巴拉意呢，它的农产品这个生产呢是没有影响。那斯里兰卡的情况呢，一样也是在2008年到2011年当中呢，这个禁用这些剧毒农药，然后呢，这个跟预期这个虚线整体死亡率以及那个农药自杀死亡率而言呢，这个农药自杀死亡率呢降了一半，那整体的这个自杀率呢下降了20%，所以其他的方法呢并没有明显增加，也就是禁用了这个剧毒农药之后呢，这些自杀并没有转到其他方式去。那这个系统性回顾的结果呢，也显见说在6个国家的资料呢，里面有5个国家农药自杀率是下降，借着这个禁用剧毒农药的这个结果。那3个国家整体自杀率也有下降。那如果只是光靠这个限制购买的话呢，它的效果就比较差一点，甚至没有这个整体自杀率下降的一个效果。所以禁用剧毒农药呢，看起来还是最明显的效果。这是我的指导教授呢，所领导的一个跨国的这个文献回顾。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因为很多自杀是冲动性的。那100个自杀记录者，1年之后有多少人会再自杀身亡呢？
大家猜猜答案是多少？会不会说是50%吗？10%？5%？其实是2%。所以在一年之后呢，只有2个人再次智商成功，所以度过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因为首次这个智商没有死于农药中毒的话呢，他之后存活机会是很高的。虽然这2%的这个智商率也是高的，还是有很多这个进步的空间。所以这些自杀意图者还是一个高风险群，因为他们是一般人口自杀率的100到200倍啊。所以虽然呢，这个风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再自杀身亡，只有2%的人会再次的企图，但是他还是我们一个关心的一个重要的族群。那很多人呢，这个自杀危机过后呢，想法是会改变。以这个故事啊，这个从这个金山大桥跳下的人的话，他瞬间就改变了他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如果说不管是使用最这个跳桥，然后是这个农药中毒，如果度过危机之后呢，很可能会重获新生。那第二个这个原理呢，是说借由这个禁用了这个剧毒的这个巴拉因啊，即使呢自杀行为还是有发生，但是转向了比较不剧毒的农药啊，比如说嘉陵散，或者在台湾呢最常见的商品是黏黏春，那它致死率呢可能可以低到2%，跟巴拉因的85%比较起来呢，一来一去之间，如果同样是100个人自杀行为，那就减少了这个83个人这个死亡，所以可以显见呢，这个禁用剧毒农药呢可以达到明显的这个效果。那即使是没有巴拉意可用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其他许多的这个除草剂还是可以使用的啊。比如说这个黏黏春也是一个非常常见，这个容易取得的这个除草剂，但是它的这个致死率呢是减少很多。那所以巴拉意呢是最剧毒的农药之一，它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50%以上。那其他的这个农药呢，所以嘉陵再而言是少很多。那我们临床上常看到的，比如说服用这个止痛药普拿疼那它的致死率呢，甚至可以少0.5%。那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个农村呢，以及都市地区呢，它的这个主要治疗方法是不同。在比较农村的地区呢，农药是一个主要治疗方法所以26%的这个致死率里面，其实绝大部分是因为巴拉因所导致的。那其他在都市地区呢，这个烧炭变成是一个主要的自杀方法。另外呢，这个限制这个危险的方法，比如说限用剧毒农药，可以保护所有的人，不管这个人呢有没有主动求助，或者他甚至是第一次的企图，那完全都还没有接触医疗，他就得到了这个保护的这个效果。这是第三个限制方法，可以这个拯救生命，这个限制剧致命方法可以减少自杀一个理由。那所以，我们过去进行了一些推动巴拉意的一个努力包括说记者会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啦，投书报社啦，所以还要去投书这个《苹果日报》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个议题。然后最后当然是要跟政府部门合作，包括青口司他们这个县市长也非常努力，是促成这个巴拉意禁用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人之一那农委会的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单位，包括前任的这个主委林聪前，现任主委呢，这个现任主委是陈，讲不出名字来。那他们的这个支持呢，就是是确让这个巴益在今年2月份呢，真的在台湾禁止了这个销售跟使用。那这个自杀防治中心就是包括林明教授呢，也联合一些这个医事单位呢，去有一些联合声明支持这样一个政策这样子，所以这个过去呢，就是关于这个议题不知不觉写了很多报社的投书，从这个2011年第一篇开始，那到他最后禁用，就是走了这个10年的这个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这些文章呢，报社投书他们是有可能是有一些 impact。但是是没有 impact factor，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呢，这个巴拉已经被剧毒了，被禁用了那个所以呼吁农民去遵守一些法规不要再使用跟贩售禁用农药
可能是有罚款存在。那农家如果有这个剧毒的农药或是巴拉意的话呢，可以鼓励回收啊，使用替代的这个农药。农委会都有一些方案，那甚至有一些补助，可以使用这个替代的这个农药。那卖农药的人呢，应该也是要询问购买者这个用途了。那发挥这个守望相助、守门人的这个精神，如果注意到自杀的警讯呢，那能够用213转介啦，以及这个或是拨打这个安心专线这样子，这是我们对一般民众卫教的时候哦，甚至卖农药的人的一些卫教啊，请他们一起做这个自杀防治的守门人。那这个巴西这个药物呢，虽然在台湾禁用了哦，但是在全球而言呢，它还是最常见的这个。最常使用的这个除草剂，在我们这个禁用的这个国家里面呢，在亚洲有15个国家，其中呢，并非所有的这个南向国家都有禁用。已经禁用的是柬埔寨、寮国、越南、斯里兰卡、印尼有限制使用，以及马来西亚跟泰国。马来西亚跟泰国很有趣，他们是在今年呢才开始这一个策略的这个实施，所以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研究啦，好，或是说去支持这个政策的这个空间，好，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南向国家呢，其实不只是巴拉伊这个药物哈，有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剧毒农药呢，都是可以这个进一步这个合作，然后或是研究这个对象这样子。在全球而言呢，其实并非所有国家都已经禁止这个农药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国家呢，才有这个禁用跟限制使用。那我合作的对象这个马来西亚呢，刚刚有提到，是从这个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巴西禁用策略。但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有趣的是说，他们是世界上是少数的国家，它曾经有一个很短暂的这个禁用时期，在2004年到2006年的时候呢，它有禁用，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农药商的这个影响了哈，给农民的这一些抗议，他恢复了他的使用，是限制使用。那这是每年呢打电话到他们毒物中心呢所通报的这个巴西中毒人数，在他限制使用期间呢，这个人数呢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少很多。但是他一旦恢复使用，即使是一个限制使用的情况呢，他每年巴西的中毒人数呢就一路的这个增加。这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一个经验。那马来西亚的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呢，也是在过去10年当中呢快速增加。所以第三个主题呢，就是怎么样跟马来西亚发展这个合作关系，那尤其是旅棒的一个协助呢，担任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我目前在马来西亚合作的对象呢，最主要的是这位。在国立马来西亚大学精神科的一个，也是精神科医师，一位副教授，是 Dr. Lai Fong Chan，他是 base 在这个吉隆坡的这个国立马来西亚大学。那透过他的这个联系，就是他的这个网络，或是说也可以说他一个同侪那很有趣的也是好几位也是女性的这个精神科医师。那其中这一位 Dr. Ng 是一位这个在 base 在槟城的这个。精神科医师，那他另外一位同事呢，是在怡保医院精神科主任这个 Dr. Lu Dr. Vicky 崔慧露。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位同事，是一位应该是比较是马来裔或印度裔的一位医师，他 base 是在这个，这应该是沙劳越沙劳越的一个更是一个农村的这个地区他的这个医院里面呢，也有不少这个农药中毒的这个案例，所以在西马跟东马呢，我们都有一些研究的这个合作呢，正在这个进行当中。那怎么跟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合作者呢，产生联系？其实这个时间呢，也有段时间呢，最早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在一个国际的这个自杀会议里面呢。是先认识的刚才那位那个 Lai Fong Chan，那后来他们在同年呢主办这个国际自杀防治学会的这个全球年会是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个古晋所办的。那参与这次会议的这个情况，也有机会呢进一步认识这个 Dr. Chan。那
后来在隔年的这个另外一次，鹿特丹的这个自杀会议里面呢，更有机会跟这位 Dr. Chen 以及他的同事 Dr. Li，那这个产生更多的这个讨论，好，那分享关于这个重要的这个自杀议题。那他本身呢，当然也是一个有涉猎这个自杀研究的一个学者，哈，他的这个一个长辈也是国际的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指导教授呢，也是国际上这个研究自杀的一个重要的学者。那再来就是 rebound 这个机会，真的可以让我们这个合作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所以在去年这个台南办的第一次的国际会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刚才提到的两位马来西亚这个精神科医师来这个会议里面。那他譬如说这个 Dr. Lu 呢，也报道了在他的医院，他的医院是这一家事实上是他的旧名就是怡保医院的哈。那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农药中毒的这个情况，所以开始这样子一个共享的这个研究兴趣。那所以在这个 rebound 的这个一个计划的一个支持底下呢，我也回访了这个马来西亚。等一下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拜访的这个过程。那本来在今年呢，7月份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一样也是这个国际自杀防治学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会议呢，是要在台北举办的。不过因为疫情，它现在延后到11月份。当然在疫情的影响底下呢，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这个召开大会呢，还在未定之天。那但是本来也有在洽谈说，那利用这次的会议呢，让这位几位马来西亚学者呢，能够来台湾参与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也能够在这个 rebound 的这个资源底下呢，有一些参访以及这个进一步洽谈，这个研究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我合作的这几位这个精神科医师，他们本来对于这个自杀研究呢，就有相当的这个兴趣。他们甚至还在马来西亚办了一些，比如说跟媒体这个工作者一起这个宣导的一些如何这个安全的报道自杀或是避免一些容易引发仿效的这个报道行为，所以他们本来就对这个议题呢有相当的这个兴趣。那我们其中一个合作的目标地呢，是需要能够申请一些经费的补助。那马来西亚这位Lifelong Chan，他主导我们是有向 APEC 提出这个研究的这个补助。这个 APEC 呢虽然是一个亚太这个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它也有支援各个国家呢去做一些小的这个研究计划。那我们也跟这个以这个农药自杀的这个预防为主题，希望建立一个平台，在不同这个亚太这个经贸协会组织国家里面呢，能够共同在这个议题上面有一些经验分享的机会。那借由rebound 这个牵线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 video conference 跟这个泰国的这个这个研究者跟精神科医师合作，这是应该是清迈这个大学，这是透过这个 rebound 这个介绍。因为在这个申请这个 APEC 这个补助呢，是需要不只是他一个发起国，还要有2个以上的这个支持国家，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泰国。那很可惜，就是说这一个补助呢，其实后来并没有很顺利成功的，因为这个 APEC 呢，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他把新年度的这个补助呢都给了这个 COVID-19，所以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量。但是呢，我们就转向另外一个这个补助的机会。那在爱丁堡大学呢，有一个农药自杀的预防的一个慈善机构它是以一位这个教授所发起的。那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小的经费补助，所以我也这个就是支援或是说建议这位马来西亚医师那由他当做 PI，那去申请这个短期的这个研究计划，那后来是顺利的得到一些补助。所以虽然经费不多但是因为马来西亚他们这个生活
那个花费比较低，所以这样的这个经费可以让他们去聘的这个两个研究助理哦，可以在实际在两个医院呢收集资料，所以他分别将要在是在怡保医院哦以及这个沙巴的一家医院这样子，那日前呢也顺利的申请到这个国立马来西亚大学的一个这个 IRB 的这个许可哦，所以我也在加入。这个在这个许可里面，所以，这是用马来文写的，所以我不太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至少我可以看得懂我的名字。好，所以这个这个爱丁堡的这个赞助单位呢，事实上也是我过去合作的一个对象哦。他的这个中心的一个主任呢，是一个毒物学这个临床医师跟学者哦，他非常关切这个。农药自杀这个议题，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其实我也有担任他们这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 advisor 这样子哦。那其实这个国际网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几个熟悉的面孔，好，包括说我的这个指导教授，还有这个我韩国的这个合作者呢，也都是这个中心的 advisor 这样子。那日前呢，我也有机会跟这位丹麦这个学者呢有一些联络。好，那去年呢，就是在旅棒的这个支援底下呢，有一个参访马来西亚一个行程，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一些合作跟了解，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这个分享的机会。所以在这一次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行程里面呢，蛮密集的参访一些单位。那首先是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这位赖凤倩医师的这个陪同或介绍底下呢，去拜访一个农药危害防止的一个 NGO，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主旨是要保护农民、农工跟妇女的这个健康哦，那包括避免农药造成的伤害，譬如说自杀身亡哦，它叫做这个它的简称叫做。PAN 啊，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这样子。那他这个另外我也去拜访这个怡保医院啊，就是刚才这个 Dr. Lu 的这个怡保医院，以及呢这个怡保还有另外一家非常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精神科医院啊，在这个医院呢，我也提出这个专题报告，有一个演讲。那再来是这个好，再来是这个，也去拜访另外一家比较农村地带的这个医院，好、哦，那这里有这个医院有比较多的这个，农药自杀的一个案例，哦、那最后呢是怡保医院的一个社区精神科，社区医学精神中心，啊、哦，我们有一些参访这个活动，那简单的这个行程呢介绍如下，哦、那这一个这个亚太农药行动网络呢是一个 NGO 组织。那过去我在英国的时候呢，就有注意到说，这个组织呢，事实上一直提倡说，应该能够对于剧毒农药呢有一些管理好的一个作为这样子。所以作为一个民间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其实也是有做一些很系统性的工作，比如说他们最近有发表一些调查报告啊，调查这个六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南向国家哦，这些国家里面这个农药实际使用的这个情形啊，比如说这样一个年轻人呢喷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拜访了这个组织啊，分享一些这个这个农药这个安全性哈，或是调查的一些方法。那再来就是拜访这个怡保医院哈，这个怡保医院呢是这个有800床的一个综合医院啊，那他其中的这个精神科主任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对象。那我们拜访的是这个医院的一个临床医学中心啊。那因为这个自杀研究呢，最重要这个邀请参与的人其实是这个法医学科啊，所以找到这个法医科的这个医师啊，因为他是专门收集这个怡保医院以及说这个怡保所在的那个州啊，就是霹雳州。Perak 这个州里面所有这个死亡案例这样子，所以他手上呢有很完整的这个死亡资料啊，所以跟他进行这个圆桌会议呢，事实上是非常有收获。那也跟他们这个临床这个教授，这个临床的这个
教授他也是长期呼吁这个要禁用一些剧毒这个农药这样子，所以确保呢不只是进行研究了，以及说像这样禁用剧毒农药策略如何在马来西亚能够顺利的执行，然后 engage 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专家学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是拜访了一个一样在怡保哦，就是这个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精神科医院啊，叫 Bahagia。那我在这边也做了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我的主题是说如何这个预防这个农药的自杀。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院长哦，那跟他们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这个提出一些意见这个分享。那我在当然也把握这个机会啦，就是说去协助宣传，说本来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能够在成大举办的第二届这个会议，不过这个后来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那都实体会议呢都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执行。所以本来也是能够借用这个机会呢，去帮忙宣传我们Rebound 的一些本来预定在今年主要办理的这个活动。那这一个医院呢，是有位于怡保市北方了啊，它事实上成立历史非常的悠久，已经超过100年了，是在这个殖民时代呢所成立的第一家的这个精神医院，也是马来西亚全国4家精神科医院里面的最大医院。那现在呢有将近2000个这个床位，所以这个这种大型医院这个方式呢，在殖民时代所留下的一个遗产呢，跟我们台湾比较早期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精神科医院呢，事实上是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有类似的这个功能啊，就等于是说把一些慢性的这个精神科病人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集中在一个医院，这是过去的一个社区精神呢还没有完全发展的时候呢，因应这个严重精神疾病的方式，它也是这个西马北部区域呢最主要的这个转介医院啊，所以有他们14个医师呢的名单就在这边啊，其中首位呢就是他们这个院长这个 Dr. Noordin，所以他在演讲结束之后呢，带我去参访他的医院，他医院大到说呢，他必须用开车的这个方式啊，去带我这样绕一圈。绕一圈可能还花了这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这医院真的是很大，他必须靠这个开车来这个巡视不同的这个院区这样子。那医院里面呢种了很多这个红毛丹哦，这个吃起来有点像荔枝哦，所以也是他们的这个一个有趣的这个产品啊。然后在收割啊，然后这个病人呢甚至也会帮忙这样子。所以在参访之后呢，这个一些照片呢马上就被他传到他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精神科医师的一个群组，这个就好像我们有这个 LINE 这个群组一样，那他们当地呢这个最常使用的群组，这个界面应该看起来是 WhatsApp 哈，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这个因为非常有活力的这个院长，马上把我们这个活动呢这个 post 在他们这个群组里面。那另外就是拜访这个这是怡保医院的。那也提出了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呢是这个精神科服务的这个资料收集，这个有时候要因应各个不同的这个合作者的需求，虽然这方面呢并非我过去熟悉的领域啊，不过对方提出这个需求说，哎，是不是能够分享一些经验呢？因为他们也在烦恼说，作为一个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他们应该收集哪些啊这个临床资料啊，作为他们下一步这个研究或者政策执行的一个参考。那所以要根据这种不同这个需求呢，去整理一些资料，分享一些主题。所以在这个报告里面呢，我就整理一些包括全球的一个系统层次的一个比较。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有哪些指引啊？对于这个 mental health 的这个 information system 有哪些建议？那台湾呢？也可以有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事实上是有CPI 这样一个指标哦，里面包括精神科的指标，以及我们有这个大家都很努力这个工作的这个评鉴系统。那最后呢，品质改善部分呢，提出了一些这个英国的这个例子给他们作为参考。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熟悉这个马来西亚这个一个精神医疗的状况？
那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收集，那它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平台，那收集各国家的这个精神医疗的一个资料。当然，在里面呢，台湾是没有包括在里面的。不过以马来西亚而言的话呢，它整个国家呢，政府花在精神医疗这个预算呢，大概呢是在他们占整体这个政府的这个健康支出的1.3%。那这个情况呢，大概是跟马来西亚情况是跟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是同一个水准，那只有1% 上下的医疗支出呢是花在精神医疗。那相较底下呢，欧洲呢是可以达到1/5啊。所以这个对于精神医疗的这个重视呢，在不同国家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在欧洲呢，可以有1/5的医疗预算呢是花在这个精神医疗。以台湾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看我们健保支出，我们健保支出当然是这个医疗最重要的支出，里面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占比呢，可能也是在5% 以下，可能是在3到5% 之间，那比这个马来西亚情况要好一点，但是比这个欧洲甚至美洲的一些情况呢，美洲可以10%以上，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那他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精神医疗的相关专业人员有3000位，那这个密度是10/10左右，那也是接近这个西太平洋水准，但是跟欧洲的这个10/50呢，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异。那他们全马来西亚呢，有21位儿童精神科医师。那马来西亚人口呢，比我们稍微多一些，大概是3000多万人。相较一下，在这方面，台湾大概有200位的这个精神科医师。那台湾呢，这个TCPI 的这个临床成效指标系统呢，里面有收集了很多精神医疗的这个指标，也提出专门做一个参考。那虽然台湾的这个资源呢，可以作为他们这个一个参考的这个来源，台湾精神医疗一个状况，那他们有一些精神医疗状况也值得我们参考。比如说，在他们医院里面呢，这是他们的美沙东门诊。那跟我们的这个美沙东门诊比起来啊，它虽然是 base 在医院里面，不过它看起来就是更为可进性了哦。那里面呢，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过去有用药史的人在协助一些业务的这个执行哦，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也有相当历史久远的这个一些美沙东治疗的一个服务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再去拜访这个病理科，那了解这个自杀资料这个收集，成为下一步合作的一个来源，这是他们这个病理科的主任，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是这个马来裔的一个精神科医师，所以在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他们有这个马来裔的绝大部分都是回教徒，有这个华裔的精神科医师，那当然我们合作的对象呢是目前是以这个华裔的这个精神科医师为主的哈，所以这个在他们这个不同族裔的这个背景里面呢也是蛮有趣的，有一些这个专业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区隔存在啊，这个将来呢有机会呢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一些比较细微的这些文化族群的这个因素。那最后呢，也去拜访了一个比较是一个高地或是农村地区的一个医院，然后里面有一些农药自杀的这个个案比较多一些这样子。那我是跟这个徐佳悦医师是我太太，然后所以我们一起进行这个参访这样子，然后听他们这个住院医师简报一些他们这个治疗或是收治这个农药中毒个案这个情况，那了解他们资料呢是怎么收集。那也有趣的一个经验是说拜访他们的一个社区精神科的一个资源，那这个他们也是在努力发展哦。那这个呢是直接由这个医保医院去开设这个在社区的这个社区精神中心由这个资深的这个护理师去负责实际的营运但是是由这个医院外展的一个方式。那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说他们跟各种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呢，会比较有各种多元的这个资源，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社区精神科里面呢，居然还有一个日本人，那是在这个日本的国际援助组织啊，叫做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是简称 JICA。这个补助底下呢，这是一个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每年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在进行各种国际援助的一个组织，所以他们补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职的这个人员啊，base 在他们这个社区精神科。那他的专长是什么？他的专长事实上是人力资源，也就是说给这个精神科的病人呢做就业的辅导，所以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些在日本其实这个因为在可能在5、6年前开始严格的这个执行，对于身心障碍的人必须要有就业服务。这个就业服务呢是法令所规范的，应该给予的，所以就开始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就是在辅助这个身心障碍人士呢能够顺利的就业，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辅导，不只是一个在职训练。简单引介而已，必须要持续的这个追踪。所以他这位这个日本的这个 Yukiko，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在日本其实真的是蓬勃发展的。这个说，他们后来发觉这个身心障碍者呢，就业的一个最大的空间其实是有精神疾患的人士不只是有身体障碍，反而是精神疾患人士呢，他的就业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日本这个。辅导精神疾患就业这个服务的这个经验，希望可以分享到其他国家去，然后甚至派驻在这个马来西亚，那直接是由这个日本的单位呢提供这个 funding 来增加这个额外的这个人力呢，来给予他们一些经验的这个分享跟指导。那现在正在进行式当中呢是。原本7月要举办，但是后来延到11月的这个国际自杀防治协会的亚太会议在台北要举办的。那我们也跟马来西亚的这个研究者呢共同提出一个 symposium 就是以农药自杀的这个监测跟预防为主题。那本来呢就是要这个怡保医院以及这个另外合作的另外一家医院呢，这个精神科医师呢要各提出这个一个报告。那台湾这边呢？我们是分享的台湾的这个8亿的这个自杀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流行病学，以及这个云林分院的这个杜兆颖医师呢，根据他这个硕士论文，所以这两位呢，医师是我知道的这个硕士公共卫生硕士，那他们也以他们硕士论文的内容呢提出报告。不过现在这个会议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可能还在商榷当中。本来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很棒的这个资源底下呢，可以那个协助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医师来台北进行访，利用这个会议这个期间也进行一些 rebound 的一些活动这样，但是现在呢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可能要再继续讨论如何这个维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合作。好，那这是我最后一张 slide 了，就是在这个跨国这个合作的这个经验当中呢，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找合适的一个合作者就是有一个信赖跟速配的一个合作伙伴。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经，在我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农药自杀这个预防，那在专业上呢，可以有一些互补这个领域跟专长比如说他们是在我们共享的是临床医学，那我这边可以提供的一些帮助呢，是在一些公共卫生或是流行病学的一些研究的设计，或是资料的收集。那如果说有一些既有的这个资料呢，可以分享是最好，那或是呢，就是要开始展开一些资料的收集。那我们现在这个获得补助的这个计划呢，希望在马来西亚的两家医院呢，先以病例回顾的这个方式呢，去收集他们农药自杀的个案。那如何维持这样的互动能够持续的产生呢？就是有一些维持一些交流的这个机遇。一开始呢，当然是透过一些人的一些引荐，然后在国际会议当中呢，其实发觉说有一些固定的这个会议呢，会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成员。那每年透过这样一个会议呢，参与会议的过程呢，就是达到有一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
那如果不是面对面呢，就是靠电子邮件啊，或是视讯会议。现在视讯会议的这个角色当然就更大了。那如果有机会，当然是互访。不过现在在这个疫情底下呢，可能接下来2、3年当中呢，这个可能都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有一些共同目标是最好。那包括申请经费、收集资料，那甚至开始逐步进行这个论文的写作跟发表，是最后能够这个国际合作呢，可以达到有成果的这个。这个方向之一，那利用这些这个研究成果呢，能够改变或是改善临床这个服务或是政策这个执行啊，当然是最后的一个宗旨跟目标。所以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大概1个小时的这个报告，那希望大家会觉得这个有趣啊。这个视讯会议呢，对于讲者而言呢，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必须在那边自说自话，自己当这个这个实况转播组呢，是一个全新的这个经验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疫情底下呢，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这个模式。所以，以上谢谢大家。谢谢淑珍教授。淑珍老师，我是中华，能听到我吗？你挑了一个还蛮不错的背景，就是非常有文书气息的背景。你这是您的办公室吗？是，看得出来就是研究魂，很多都是很好的，可以谈这样子。那个也是先谢谢，非常谢谢淑珍老师，就是那时候邀请你来帮我们做这个跨国领域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分享哦。一口就答应了这样子，非常谢谢你的这个打赏。那当然就是说，从今天您的演讲当中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就不管是从自杀防治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跟其他国家在做这个跨国性的这个研究的合作上面有一些新的分享，我觉得都得到蛮多的在场的各位或者是线上的伙伴不管是斗六分院，还是那个台中荣总嘉义分院、台南院或者是万方医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都欢迎再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做提问。那当然我们陈大这边在场，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先问。那我就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如果就自杀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之前那个叫禁用农药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也引起了蛮多的一些争议嘛。那您有提到说，之前好像刚你讲哦，应该是马来西亚。说他们要禁用前跟禁用后，其实好像有蛮大的影响。只是说禁用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农民都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那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台湾有类似的现象？啊，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趣啊，所以，在台湾的话，就是在讨论这个农药禁用的这个议题的时候，的确，其实使用者他最关心的这个议题，我这边好像有些回音，所以那边好像是不是？OK，那。其实对使用者而言呢、我们也有去访谈一些农民啊，就是说，他最关心的是说他要用什么，他有没有其他替代这个东西可以使用。那如果说他要改变到别的东西来用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协助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政策执行，就是套句我们俗话，就是说要有一些配套措施。如果有配套措施的话呢，会让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发生。那在台湾这个八亿的使用有一个很有蹊跷的这个地方是说，它其实它是一个除草剂。那除草剂的话就有很多的替代药物，但是在台湾尤其是高屏一带呢，种植一个很特别的作物就是红豆。红豆在收成的时候呢，以前农家会使用这个喷药的方式，把那个农药直接喷死，然后收割这个红豆这样子。那这个用途呢，就不是除草了，它等于是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说法是叫做落叶剂，或是干燥剂这样子。那这个做法，这个比较没有好的替代药物，所以后来在台湾拖了好几年，就是农委会后来，真的提出一些有补助的替代药物，是氯酸钠跟壬酸这样子。
甚至鼓励一些不使用这个喷药的自然的这个收割方式，这些都是很大的关键。如果大家去全联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全联买这个红豆了哈。那它红豆那个全联就有气作，叫做老鹰红豆，就是不喷药的红豆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配套方案，可以让一个原本就已经很习惯的行为要发生改变，就要这些措施。那在公共卫生里面呢，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些挑战啊。比如说我们在疫情底下，要让大家从不洗手要有洗手，要比较没有说那么常戴口罩要戴口罩啊，甚至保持社交距离，这个都是要有很多宣导方式，让这个行为可以发生。那禁用农药改变农民的这个行为也不例外。那另外呢，就是农药商啊，农药商的这个影响，往往是一些比较台面下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买农药抽奖可以送机车的？哎，就是这个农药促销呢，可以到这种程度了哈。就是所以这个政策这个执行，如果像台湾呢有这样一个中央的这个政策去做一个逐步的这个禁用，它有一个长期的政策，那禁用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会先预告，预告之后会有这个阶段性的，好，比如第一阶段是禁用进口，那第二阶段是禁用使用这样子，那这些应该都是成功的关键。那南向国家里面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样子。那像在马来西亚例子呢，他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很长的宣导期，他那个一个部长上来就说，我从下个月开始禁用这样子，那这个就很危险这样子，所以这个马来西亚例子的话，它事实上是宣布反而是去年10月禁用，就后来延到1月。那泰国更严重，泰国是本来是也是去年10月要禁用的，后来延后到上个月这样子，那不过现在还有点争论这样子，所以这些台湾的这个政策经验呢，应该都是值得一些分享的，就是有一些替代、逐步解释，跟一个这个配套措施。好，谢谢那个书生老师的回应。好，那请问线上的或者是他这边在场的，那个要问或者给一些回应，如果可以给，因为你之前有去过马来西亚参访过嘛，哦，就是因为书生老师在马来西亚那边工作就没有办法，就是针对老师在跟马来西亚那些各个国家在做这个就合作的过程当中提出一些新产品，不知道你去参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看到什么类似的当地大的项目？你是在听？那个苏生老师，我们正常那个成大这边蔡仲义医师，他可以接回，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去年嘛，去年有去那个马来西亚那边做参访。好，是成大那个蔡仲义医师。那因为刚听到老师在马来西亚是参访找的医院，然后跟马来西亚大学相关的工作。那去年年底我有到马来亚大学，然后有去看了一下他们精神科，他们地方疾病的现况。那关于心理治疗，他们去年想要做一些事情，想要建构他们全国系统上面的药酒瘾管理。在台湾，其实每大中就是我们今年专业比出来最低他现在喝的量，然后他还可以放弃给药。那在马来西亚，他们目前正在试着要建构这样子。那我刚刚就在好奇，不晓得老师跟马来西亚那边的合作，他们在追踪这些个案，或者是在做一些社区调查研究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克服他们地广人稀，然后追踪补益这件事情，
的问题，就是顺着中裕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南向跟南向国合作，也想要请教出一些，因为跟这个其他像西方欧美国家，对他们本身系统完善，然后本身可能反而比较是我去了解或者是使用他们既有的资料库等等。但是跟这些南向国家不光是马来西亚，有时候像是资料收集上或合作方式上，都会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之前不一定有设想到的一些困境哦。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台湾觉得习以为常的，可以轻易收集到的资讯，可能在南向国家有时候他们可能需要大费周章，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收集到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不晓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医生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的建议，这样子的追加的问题。好，谢谢那个分享这样子。那我这边呢，的确也是只有一些初步的这个经验，然后可以提出作为探讨。那比如说以我们这个想要了解那个农药自杀这个研究的话，其实我这次去探访呢，其实我也是在想要弄得清楚说他们到底有哪些既有的资料。那有时候他们连自己也不太知道这样。那尤其是在跨越系统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不太知道。比如说精神科呢，他也不知道那个法医科有什么东西。好，那所以我去的时候呢，反而是他们第一次跑去跟那个法医的这个人做讨论。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外来者呢，似乎也是引发他们内部做讨论的一个契机啊。所以，像刚才是蔡医师吗？是吗？是，这对。所以说，如果像你的这个到访呢，说不定去询问说他们有没有透过不同的系统去追踪的时候，说不定是他们第一次来设想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起始点这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实际有用的建议？那其实台湾的各种资料收集系统也是经过好几十年慢慢发展起来的。每一家医学中心的经验当然不同，但是我想说不定很多人都在自己当总医师的时候呢，都会发觉说，原来我们评鉴的资料是哪里来的？就是很多总医师以他们的青春跟岁月啊，换取这个评鉴的各种资料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 auditing 的这个系统的话，其实他们的确是不容易去额外收集这些资料。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以马来西亚的例子，他们精神科专业人员其实他的密度比台湾还是低很多，所以他们临床医师呢，最有价值的使用呢，绝对不是在收集资料，而是在实际做各种服务。但是他们在每一次服务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很简单的这个资料收集系统？其实在很多国家的确没有。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比如说 HIS 这个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这样。所以，台大工位这边呢，有一个长期在马拉维的这个合作计划。那马拉维有一个NGO 组织是这个台湾这边协助设立的。那他们一个在马拉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事实上就是医疗资讯系统的建立。他们就是引进了台湾的各种医院的这个医疗资讯系统。所以这个反而是超越医生的这个专业，反而是需要那个医疗资讯的人去做一些很简单的 ABC 啊，协助他们去建立这个系统。那这是比较长远而言。那以我们个别研究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可能只能建立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些 protocol。以我们农药自杀为例的话，事实上我就是直接分享了我在台湾收集资料的那个 protocol 给他们了。那看他们可以从病例里面呢抓到哪些资料。
当然也会发现说，他们的病历里面所记录的资讯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能连一个自杀企图者，他们当然基本会有，就是如果精神科照会都有精神科诊断，可是包括一些基本的，甚至连这个性别、年龄、族裔啊，可能以及吃了什么农药，资讯都非常的缺乏，所以这个时候，靠着一些国际合作呢，反正是他们一个很重要资源的来源。所以像后来我可以跟爱丁堡那边支援他们两个这个助理的这个人力啊，这对我们而言的话，说不定也不是完全不能办到的事情。所以有这样外来这个 C funding 呢，可能是一开始他们可以建立某一种 protocol，然后这个 protocol 如果他们愿意之后持续去 maintain 的话。那这样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临床资料的一个 protocol 那至少就我所知道，这个斯里兰卡的系统就是这样建立，它几乎是完全靠这个澳洲以及英国的这个资源的挹注呢，在几家医院里面呢开始建立这个自杀企图的这个追踪系统。那现在呢已经这个有18年的这个时间这样子。那但是是不是能够维持持续有 funding 的这个存在呢？的确都是这些系统这个挑战。以上就是简单的分享。谢谢苏珊老师的回应哦。好，那在场的各位有人要请问线上左右分院也要问你吗？然后或者是那个中荣嘉义分院，台南县可以哦，还有那个万方医院。有一个 CCSU，CCSU，请问是某个大学是不是？还有这个应该是，哦，有院，那请问在场的大家有没有或是这个自杀防治小组，有在吗？有没有想问问题的？就当自杀科管师的这几年的这个，不管是经验还是比如说现在现场的这个大师，可以通过这个流行病的角度去协助你回答问题，了解那五个问题。那你想一下，等一下让你有吗？我们还有其他的同仁要问？那个刚刚苏珊老师你有提到那今年11月的那个亚太自杀防治会议嘛？哦，那个波波稍微支持一下，我去投个 post 的这样子。对，希望会议可以如期举行这样。那不过那个会议的钱有点贵啦，但是如果你是自杀防治的会员的话，他会赞助这样子，幸好我有加入这样子，可以省点奶粉钱。很可惜，对，如果在国外我们就可以吃。还是要交保的。这边我倒是想，就是主持人说这个，就是视讯会议其实对演讲者是一个真的是蛮辛苦，因为看不到，没有办法跟听众直接，所以下次还是亲自来我们这边，这样就有机会跟大家互动。那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脉络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去跟书生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去学习，是怎么样把他的兴趣跟就是这样子一个跟这个国际合作的拓展。当然，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是南向国，但是像书生的连接从北欧到这个东南亚都有哦。那各个合作的这个方式、面向、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又有一个连贯性，所以我是想带，就是带这些有一些刚起步的这一些医师或者是投身研究的这一些这个幼苗，我会说
在这么多的这个可能性跟合作的对象跟这些在这些努力的选择上，都在是怎么样去就是能够一管职，然后又不至于到说好像太是扩散这样。谢谢那个怀轩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一个挑战哈。那其实也许没有一个完美的这个解答，不过我自己的这个感觉是说，其实我今天所呈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国际的合作，底下其实一个就是能够浮出水面的成果。其实底下呢，可能有10个永远都无法浮出水面的。那比如说过去有接触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很可能就是从见面讲一句话，一直到说有机会去见到面，然后甚至去逐步去询问有没有什么一些分享的这个资讯跟资料，后来就停掉了这样子。这个更多是水底下是永远浮不出水面的这个接触这样子。那自己反省的话，这个可能人的因素可能真是很重要。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对方有一个也许是在工作方式上契合的，然后信赖的，那这个就是很值得去耕耘跟这个经营啊。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合作呢，其实很关键，是因为这个 Live on Chain 这个意思啊，那它的活力跟兴趣啊，以及这个积极的这个程度这样子，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那其他只可以得到有一个成果的，比如说，尤其是韩国这个的研究的话，就是因为跟对方这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契合，然后可以看得出对方对于投入的这个兴趣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后还是这个人的这个因素是最强烈的这样。所以找对你就是很 match 的这个速配的对象。谢谢主持人老师。在场还有人要提问的吗？好，那请问线上的伙伴有人要再提问吗？OK，好，那个没关系，因为那个主持人老师的 email 网络上面应该都查得到，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他这样子的话，那也非常谢谢徐峥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应该是当了一个很成功的直播主啦，这样子，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思路啊，讲解的这个速度啊，以及你的 body language，其实都让这个虽然是视讯演讲啊，虽然这个距离很远啊，但是我们心都很近，这样，每次讲视讯演讲都要讲好这个 slogan 提出来讲一下。OK，好，那非常谢谢苏恩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你，那我们这个有机会再见面。好，谢谢大家。那线上的伙伴，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讯会议就到这边结束哈，但是我们有一个后侧，麻烦大家就是扫一下 QR code 去填写一下后侧这样子。好，那苏恩老师就谢谢你喽。谢谢。